这一段呢、啊，挖了很久了，一直挖挖，挖到上游那个红河谷那里去。啊，现在工期结束了啊，他那个围篱和告示牌都撤掉了，然后马路也铲掉了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，以这样子恢复原始了啦。像这边还有一条围一条沟，最漂亮的还是这一段啊，这一段还在。等一下下去之后可以从这边开始掉到这一段，但是今天没有准备要烤肉，因为不知道水会不会太大，看这样是水是太大了，不过还是可以从边边掉看。该挖了一年左右了，哇，拢蜘蛛网，哎，没落去啊。现在没有挖了，大家可以来帮忙开路了，好不好？有刀子就把刀子带过来吧，这边很好钓，只要鱼有回来的话，这里就是很棒的地方了。大家把路开一开，哦，方便自己，也方便别人。棵树倒在这里了，哇，这里这样很危险哎，应该找个木头。哇，哎，钻过来。哦，哇塞，这边倒了一根木头在这里了。哪边啊？到腰罗奈摩，应该是家。对了，像是被怪手挖过了。哇塞，哦，终于出来了。哦，这边有人做一个记号。哦，现在的地形都不一样，被拉高好多，这边好像不好上来哦，蛮陡的，所以等一下傍晚要早点收，不然找不到路爬上来。哇，要小心走。哇塞，现在就看这边，好像没有什么漂流木啊，在那里，漂流木在那里。不过下次烤肉可能不大方便。哦，还算好走了，哎呀，剩下都平路。水好大哦，共共劳，这没办法钓，只能钓到边边。这边边，大家记得这一颗吗？还要裂成一半，这一半本来是这样，口被夹在啊。我那时候都在这下面躲太阳、躲雨，然后吃烤肉。我就说那个石头裂一半有没有？早晚会崩掉，叫大家不要再躲了，再躲会危险。你看，一个工程它就规地安尼崩落来。这个就是盖被家，以前这边可以躲太阳，下面还有一点漂流木。这一段是还好了，石头也被存高了，然后看起来好像没漂流木，尴尬，一样冷机了呢。他把那个河道全部挤到那边去了，所以多啊，你看遐水源呢，另弄起而我，所以以后这一段应该会比较漂亮。他把水集中了，今天的水大概。应该有大了一公尺吧，因为它这上面是水坝哈，所以你东西不要离放靠太靠近水，它会放水，你这边听不到，所以您我待机也是卖来啦，不然放水的话也是危险，这边是听不到放水的广播。这边钓鱼啊，你的东西一定要放高哦，像今天大概快一个礼拜没下雨了，水还那么大，它还是会放水哦，因为山里面水还是很大。放水照我的记录的话，没有下雨一个礼拜的话，还可以放70公分那么高哦。所以它会，你不要以为包包放在水边没事哦，放水的东西都被冲走。这里的话，大部分都钓大麦虫，这里也有苦花啦，可是它一下子就上溯上去了。
啊，先用大麦虫试看看这旁边这边。看到这个齿痕，黑啊，这边也有，这个双刷的，这个就是香鱼啊，所以这只香鱼蛮大只的，应该有快30了，这边都有，所以表示这边香鱼还是有啦，啊，其他鱼应该也有吧，不过因为工期刚刚结束啊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鱼的生态，鱼不知道回来了没有啊，先钓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水太潮了啊，我都快耳聋了，目前都钓小只的，好啦，这九斑蛮大只的，可是这边不好起鱼哦，看到鱼了，这里以前都这么大了啦，今天都小只的。钓这一段啊，那个漂亮的点啊，那里啊，那种啊，东北虾，反而是这种边边，它吃这种边边的，不过都不大只啊。下面的点应该也是这样，有鱼啦，可是没大只，你看弄的呢，跟以前不能比啊。啊，那个鱼不要放这里哦，那个水涨上来，你的袋子会被冲走。放在那里啊，那里水涨上来的话，袋子还是那个鱼还不会被冲。这里啊比较会吃，这里以后水退的话，这一段应该是鱼很多了，尤其是这个洞。哦，吃了一下。小只的哦，有看到鱼在追了，有斑，丢啊！哦，红丝草，刚刚就看到鱼在追，应该就是这一只了。因为我昨天打疫苗，怕今天会不舒服，所以没有带烤肉的东西。结果今天完全正常。这里我以前秋天和冬天大部分都来这一段。今年应该也是了，今年的点会比去年还要漂亮。马上钓这一段呢、啊，钓到这里吧。那一段太急了，没办法钓。等一下收一收，往下面去。这个水啊，跟我早上来拍那个香鱼的齿痕有没有在那里？它退了大概四十公分吧。这个石头早上几乎都淹在水里，现在露30-40公分，所以。今天水大概退了40公分，早上9点多到现在大概1点多吧。可是你看这一段哦，过去共共老，不过它这样子吼、哦，把河道往这边集中的话，以后点会很漂亮。所以说换位置好了，它又在放水了，而且这次放很快，比较危险。来炸来炸。走下来之后啊，它就开始放水，然后就完全不咬了，而且它这次水放得很快，你看这个就是刚刚的水那个痕迹啊，它现在直接长到这里来了，这一大段大概30公分吧，一下子就来了，而且水变流去啊，然后我走下来之后，我猜这空头拢就水的拢未吃，我都无钓啊，2点多收一收换位置好了。今天没什么特别的，等下去钓。哎，这地沟桃，地沟桃刺在那个串牢，哎，害我以为是苦花，爽了一下。这样啊，20几公分而已。其他的没什么特别的。好了，放一放吧。放一放，换位置钓鱼啊。
再来炸。现在两点多而已，换来平广溪下面这边，今天水量应该刚刚好，在这边钓一两个小时差不多，那样子水量不错，在这边钓也比较安全了、啊。刚来而已，还没钓，你看看得到那个齿痕吗？这个双刷的有没有？快停后呗，双刷的就是香鱼啊，今天香鱼又游上来了，应该游蛮多的，齿痕到处都是，旁边都有了。刚下来钓了一下，发现菜咬了哦，拢大尾，这坑了，嘎嘎公平去啊！哦，钓啊啦！哦，那个拢大尾，这浅浅的就拉了好几只了。中间宝贝，哦，现在四点多了，也钓了一个多小时。刚来的时候超咬的，结果咬没有二十分钟的尾嘎，这个大概就是前二十分钟钓的。那时候丢下去又吃，丢下去又吃，还拢抽的。哎，九班一阵拍落就吃，拍落就吃，拢抽的。结果后边都拢无吃。好了，又来正啊，钓了大概一小时二十分钟左右吧。哦，来正。